devils, they think that I am a rebel. I think they want me to settle, there's nobody on my level. They think that work is too stressful, I think that work is essential. The grind is all in your mental, man. I don'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I'll go through just to be in control of my life soon. All the negativity that I'm in, and I don't really need a mess with all I've been through. I've been making changes for the ages. 5-10 year plans are contagious. I attack that shit once a night. Out of my way, man. Got one life, I won't regret it. I will fight until I get it. I'll look back one day from heaven and say, damn, I learned some lessons. And say, damn, I have no questions. I have fun in every second, and the journey was a blessing, yeah. They tell me that I'm never gonna make it. They wanna make good or something that can make sense. They hate when I keep dreaming, I'll be famous.
all of those. All ass in.如果修不好，我们就不打了吗？这周，那个日韩不是延期了吗？我看都。 这游戏真无聊，排位、炸房、外挂也不管，再也没有，不知道玩啥了。 上次打决赛是什么时候了？上周五。
吧，他这么搞，我不如争取了，他把 bug 修好，我们把那个，就我们连续打就行了，就是一天打六场，明天再打六场，后天打六场，这样打完就行了，不用搞一周一周的，没必要啊，搞这么散。我明白他为什么把赛程搞这么散，他是因为没有别的比赛了，所以把赛程搞散点嘛。
还不如来点传统体育的歌曲。好不喜欢玩的游戏啊，白爹。排位吧，猛爆。玩去吧。排位搁那猛猛猛炸吧，猛爆。我他妈跟你说，我昨晚玩了一把那个啥，玩了两三把吧，排位也能妈的。要不队友是挂，要不爹就全。这还算好的，昨天我跟酷酷排到一个锁，我就炸房，不加分也炸的。最可气的是，这逼养的居然不是挂。哪也吃了，对。找个声音。去吧，狗仔。狗仔也好难过。那我换剑鼠吧。哎，这周就 LGS。
跳跳跳，可以上去，可以上去，可以上去，控制这个房子。他人在中间那块，一个目前，一个目前，房顶，房顶，在房顶，小心。炸了四，炸了四，在二楼，还在二楼吗？在在在，在房顶吗？房顶，房顶打一百，房顶打一百，没吃兵啊！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能拉吗？能拉吗？关门能拉？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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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声音没有。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我在堵门，我在堵门，我在堵门。什么游戏啊？哪边没声音啊？他打我们。
主要是不是因为音效问题啊？好像是吧，一点音效什么都没有。你那个雷丢了，我也不知道，还问你你有雷吗？丢了，太我也说丢了，太丢了。但主炸了，但主炸了他四滴血，然后我就进不空了。我想空一下那个二楼的，你那边倒了，我就过来把你推。一点音效什么都没有，还纳闷这都是怎么搞的。做的时候都没做过规划嘛，就是声音单独放一块，什么这单独放一块，它还是堆到一起嘛。都没测试过吧，我操！脚步什么音效都没有，有些是好的，有些是坏的。
他妈被砸烂的都。然后那个跳下去那个大神龟江神都没给他打100，反正100都打不到，我操！就是说这个人可以。直接给他烧成，直接给他炸成印度咖喱了。这里好像是印度队啊。这个 QQ 什么好的 Chance 五是个印度人。全是的，我那天随机组队跟他组过队。把我们第二呢爆杀开了，车满到车满杀，关系啊，带领他们爆杀啊、哦！你的英文问奥特曼，奥特曼103知道吗？103绝对圈103看过没？没看吧？真不知道吗？没看啊，我去看我 B 站回放吧。绝对圈是我自己的，1-3，正儿八经的。一个满血吗？有一个满血。一个有一点甲，一个100。屁股啊！我说的是看我们的屁股，就我们的来路，应该是 behind。我已经讲了文雅一点了。看我的屁眼！三个一打一，别乱说，少放屁了。这种职业哥哪有这种三个一打一的机会？明明是我那雷扔的太好了，把他们炸出来了。然后我先打了一个，又打。烟洒这儿的话，对面应该能看到的吧？对，能看到。这边会被透的。对，被透的。打完呢？你说这么小个地方，2-2打3-3打这么久，对，这个不进攻吗？有叶妹进攻吗？完了，走底下，我感觉他们输了，走底下就进了呀。东英宫的风格不会容忍他们到这个地方来，真的。让我们看了有点像。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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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房顶，挖机要控房顶。对啊，今天往上打。他队友在后面，架不到，架不到，有个反斜，就是你确保他队友架不到的地方，把高没到一个地方，挖机的责任就是先把高顶。挖机控高点，然后我们两个在下面就可以挖。先去拿车，各位，先去拿车，然后再回来搜，这边都是你的。
压卡的，随身一把。我觉得最近挺热的吧？那边挺热的，忽冷忽热的，真是忽冷。前两天挺冷，这两天穿挺多。今天呢？电坏了吗？还是进不去啊？进不去啊！你别叫啊！真的，操！我操，是进不去啊！为什么这么宽？我怎么知道？在，飞你呢，飞你呢。没事，我走。这里面有枪托。我就四颗子弹。在打我吗？没有，都没有那个呀。把我的装备都拿了。你要死吧？不要。我四个大电，你们要吗？
他可能会到我们一楼了，他下播不是圈了，发一下，来一下，他是圈这波，一楼，两楼没，好，这些也是大家。这个可以顶我打一下，他等下不动了，他不动。三二一，不行，他一直在动。他开枪我就开枪，他开枪我开枪，他开枪肯定不动。操，他看到我了，突然给了我一击。三个小店一个凤凰，挺好的。幺二零，打不。哇，你有二到四倍金啊，早知道我用给我狙用一下吧，我狙用的一到二多，不玩狙了。弹夹也不用出了，没有那个那老爸爸都走。说改不改呀、啊？妈的，蹲下不能打人。这确实啊，这种小 bug。蹲下不能打人，蹲下开心变成那个他妈的妖色，我操，连那个准心都没有了，怎么打啊？也不能拿那个耳朵四出去。站着能开枪。站着能啊，站着。蹲下他会。都刷走了。太大了吗？隔壁，旁边，飞过来，隔壁过来，隔壁走了已经，隔壁走了，可以飞，我们不着急，这会飞不起，隔壁
出来呢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我们等一下看这里边会打起来不？打起来我们可以去劝。他们左边抱起来了吗？他要跟这队抱了，还要跟这队抱。我也想劝，没抱，没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。我们卡时间吧，我们等磨坊里边看打不打。磨坊里边打，我们劝磨坊里边。什么情况？他们踩住了。踩出来了，我不知道不整是什么情况。应该是把那队赶走。磨坊，磨坊。不行就飞，要不然第二个方案就被他爆了，没办法。这两个方案，起飞的话，起飞的话可以去这儿，起飞的话可以去这儿。我建议先飞，我建议先飞，我建议先飞。等会儿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等时间刷一刷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，不要不要露枪，不要露枪。对，就躲着躲着，到时候我们突然起飞，他反应过来了。走走走，去飞，走走走，去飞。来 ，go go go。那个这能飞吗？看这能飞不？哎，我被打残了。那个桥下吗？对对对。别，飞到楼顶，飞到楼顶，飞到楼顶，先飞到楼顶。飞到楼顶，飞到楼顶，飞到楼顶。我这一侧可以躲枪线，我这一侧可以躲枪线。打大点。我得下来，我下来，楼顶会被打。没动，来一楼行吗？来一楼行吗？来一楼行吗？一楼可以踩。给点道具，不是给点那个泥。对，你有雷还有雷吗？待会你塞有。我有雷，有雷，等会儿我塞，不着急。我没泥，现在我丢个火，我有道具，我有道具，差点我丢了。爬出来！有人，不着急，耗一耗。打那边二，我给标了，炸到一个，哦，那队不帮忙吗？那队来了，耗会儿，他会撤的，不着急，他们两队要打，你们俩打药，不用去，等他们倒人，你再拉人。OK， 我看正面 ，OK， 你们看一遍，可以拉一个。我在这头顶拉不了了，
呀！我操，每次看他们，哇操！你还打排位吗？打，嘿嘿，来我上次也把球球你了，没有，我把卡都断三，这一打全是炸发，全是挂，我操他妈打两把无辜的。最近玩的游戏感觉很无聊。说真的就不强，但是玩不了一点，你永远不知道对面什么成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热情。那个 ，I am a lost boy。没有家人的太多人了，迷失了，我已经迷失了。没有妈妈的人太多了。脚底下用不到，我要那个步枪。看着像哪？看着像瀑布那边的。
打蜘蛛了。打蜘蛛，那我们就安全了。飞多久？飞多久？下车，下车，把它搜了，起飞。落房子，落了，7，有66，那我不分了，我还可以分。就可以探险，就可以探险。不知道高点也会找我。我操！那是准备杀你啊！那个准备，来吧，造东西，造东西，着急。这一半都是刷圈的，这里一半刷怪兽。哪有人？你找一下门。没有，跑过了。我会拿怪兽，就是少年。到了，我扫人了，差不多了。青粉在这地上很多。啊，到个破龙，可以造吗？可以造，可以造，造不了。我可以给造一个。哦，我造不了，太无聊。可以造。造。都得起飞多久可以试错汇报一下？有高倍镜吗？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吗？转移了，他不想当邻居。我这可以打，我这可以打，跟我撞框框。五秒。白甲，给大了直接。这个地方吗？看不到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很烂的地方，很烂的地方。先把这房子送了吧，我们要做人起来。我也不。不飞，我们得观察好这边有没有人，可能飞。这对人绕紧。蓝甲的。那方区有人。下步去这儿呗，下步去踩着前面打呗，把后面卡死，有人我们就打。你们防区高点是哪个？不对，我建议你可以往这儿走走，是吗？去这个高点，去这个高点。有高倍镜没？可以加速一点，2倍就是。不要，感觉蜘蛛洞得有人看着。蜘蛛洞你来看吧，我们两个得。我现在看到了，看到个奇怪的，感觉那个方向大概率。
早点帮我控了吗？没贴你吧？有贴没贴的信息。这你看不到被扫，游戏很快啊。你那边可能，你那边一定会上人，那边。嗯，我们刚才说远探圈的扫人，我这边什么都没有显示。装。垃圾游戏，让垃圾。他们应该是希尔没大的，我们先看看，我们先看看，确定好了我们再上。希尔没大，希尔大消失了，卡德利斯 fit 没了。这边会抽，对。OK， 看看，很多地方在打，还在打。对，一定刷里面，一定刷外面。对对，一定刷外面，一定刷。那下波我们控制这门口都不错啊，对吧？对对对，真的，这门口往外打都不错。对，我这波不动了，不动了。不动，扫。嗯，主要是这边有烟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这边也有人。我给你标点了，这个地方看到吗？看到。这个后面。他们要互打吧？他应该不会过来吧？已经在润了，那个人已经在润了，被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脸上这边可能会弄不到。这边可能到近点了，我们刚才就扫了。对，我右手，就在我右手，我已经扫到他了。上路打、嗯，我知道，我一定放进来。他卡的力气较大，我觉得他们可能转移到那个房区去了，应该是转移到那个房区去了。有雷镖可以拖，我打了很多，打了空气。过去一个塔，哦，过两个，如果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看吗？有没有费劲啊？没费劲，往下过点。没有，我就是一刀。他们在这。
不让他在这儿待就行，他如果要在这儿待的话，你们就夹他，夹着他打，你防去了也会打哈。带了。丢雷落下，丢雷落下，给他打好，丢雷落下。我丢了，丢了，两个雷标都丢了。他没有压，他没有压，要压。没压，还没压，在门外，在门外，都在门外，都在门外。往前走了，往前走了，他们。往前走了。前面几个队，你要打他吧，要打我就去。我想打你那边，但我想看是不是什么情况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哪边打起来，我们哪边进，好吧？啊，OK。我这队人往前压了，可以打个屁股。我们可以夹死这里，可以夹死。我没雷了，没雷了，刚才防压雷。你压近点了，压近点了，压近点了。我不动，我不拿，来啊！这边有个把金，我给大了。我给大了，我给大了，我给大了，慢点，慢点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可能得走那边了，我们可能得走那边了。啊，好嘞。好，现在没大招了。哪边？不左边还是右边？瓦迪，刚才瓦迪。我要给他要他有希尔的那个什么，我们不注意没延迟的，不一定是好球。八秒，慢往前控吧，慢往前控。35号弹。家里吗？有。还有你拿吗？我有，带着带着。扫一下。这就是圈了，我们这就是圈了，这就是圈，这就是圈，这就是圈。我们把左边架死，然后再过去就行。先架左边。左边如果打起来，我们能劝吗？我想劝左边，等左边打起来。有，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，能打吗？能打吗？下51肉。我们得踩回去训练，我们可能得踩回去。他后面又来一队，我们可以往前压，我们可以往前压。他后面又来一队，他打起来了，他抱起来了，抱起来了，能过来吗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在这儿一滴。快点！他自己一个来的，我们这地方全是我们的，我们安全了。找地方踩，现在。对面好像包起来了，对面好像包起来了。我要过去看看，我要过去看看。确保周围没人，确保周围没人，我扫过了。你是左边，我看得到，你扫左边。好，这有一队，这有点了。可以。你可以先过去。勾队，我这位置很好，你要踩。我这种小高。你们大招多久？我也有打，我身上还有一本书。听到，我扫不到，这周围没有，他不在我们这周围。我要过点，帮我加一下，帮我加一下。干了，我再加。把左边钥匙，勾队。我们这位置好，我们这位置比他们好。
绝弦就在我们这儿，绝弦就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得架死左边就行了，架死左边。我说顾队，你这个地方估计踩不了，你懂吗？你可以踩一下这个点，尝试一下，我帮你加右边。对，上去没问题，上去绝对不行。我们就防止他别跟我们自爆就行，我们救一波交一波大招。百丽，你可以，你可能得从这儿交的，百丽，你可能得从这儿交的，看到了吗？顾队，你确定往左边别压就行，懂吗？他们在尝试压那队的，给左边那队点压力，给左边那队点压力。爆甲，爆甲打中，走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边。有，47，47，就两组嘛，那我拿一组吧。刀两个。OK， 那右边那个希尔，我能找到他机会吗？他是一个人，我想给大给他扑了，我想给大给他扑了。啊，打你身上了，大刀。打肉。打肉的，看到吗？大招消失了，大招消失了，我这位置可以不放，我这位置可以不放。倒了一个接压，倒了一个接压。不用怕。我以为他们两个人呢。不管，反正是两个，我们这样可以。可以啊，我那位置很好，我想看。我大招砸你身上了，兄弟，要不然我能给一个视野了。刚扔出去砸你身上了。哎，我左臂一个没有。我想走第一个了，我看你冲的好快啊，那个大招你走行吗？不行，就得这么给我们。如果你太给右边了，我们过点的那个就是范窄太窄了，你懂吗？就是对面的那个不会太窄，就是我一半，别人说一半，不要。我觉得这样没什么问题，因为你这样你还可以先制左边那个，他打我们，他一定打我们的。你给左边，他也一样打我们，他可能瞄我们。给右边一点。哦，给右边一点，知道。我的意思，那个石头切一半，你知道吗？让他能打我们的位置有点小，然后我们打他的话比较方便。我觉得切一半不是好事。我跟你说，左右都能走的，你懂吗？就是我们能拉扯的空间很大。假如你主张开一扇窗户的时候，那个大家都伙都会反对，但是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的话，大家都会同意开窗户。那我都说48了，他怎么还这 JK 猛涨。
这不是鲁迅说的吗？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你们得学会代入啊！你们老是他说拆屋顶就拆屋顶啊，那万一是那什么呢？万一把什么事情可以带？后悔，可以，你可以带一把，我带。预备进吗？能动了吗？能动了，能动了。能动了，能动了，能动了。等会儿我想想，这儿刷这儿的，这儿刷这儿。我拿不下，没背包。拿了吗？香肠还没，还在。是我丢的，我丢给你的。没包包，没包包，没包包。撤开来，撤开来，撤开来。走吧，买包走吧。隔壁的人都已经过了。做个洞吧。快快快快快！哦，他都动了，那我感觉我们这路上有点危险啊。MST 有打吗？今天星期三？有有有，他们是不是在练练练？练练其他的，练什么点位什么的。下车，看这菠萝包有人没？菠萝包没人，起飞多久？抱一下。去菠萝包去。哦，有人好像，没人没人没人，菠萝包没人。我想看一下这里边房子有人没？这房子有人，这房子没人，这房子没人。我想起飞去这儿，我想起飞去这儿。看我标准呢，看我标准呢。啊，有一队刚要过，绝对是，还有好一波过。那么你先跟我，先跟我，先跟我。我感觉没戏了，兄弟啊，他们到了。我们能学那个 EP 抢下抢他二楼吗？抢他二楼。大金全吗？我四个。我四个没包包，包开玩笑。起飞了。飞飞飞飞附近了。爆甲了，来来来，我给大了，打了，我这边有雷，我下不去，另一队打，我掉大，要不干了吧，他人少，来来来，我跳了，来，被炸倒了。炸死了，拉他吧，换甲拉他吧。我感觉头顶不会这么 SP 下来。算好了，一个甲算好了。下来一个，你一个架枪，一个拉。
把狙吧，要不怎么整？你看，我不拿，我不拿，不拿。带了二倍镜的狙。没有二倍，我要个更高的。我也是这个。一样，空位就高点吧，上回去吧，去吧。空位就高点。这里菠萝爆了，菠萝爆了，菠萝爆了。刚过点，刚过点，刚过过点。这，还有一个没过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两个过了。瓦金没过，瓦金没过。哇，这有电子甲，打不了。这个中间有电子甲，这不是这有电子甲，这有电子甲。对，那个中间有电子甲。瓦金去拿吧，瓦金。看中间有没有背镜，200那算了，对吧，不要。这能探圈，我不要不要，这能探圈吗？这个地方，他们交个大，交大他可能会打我，交个大可以探一下，要吗？要，你先交大，要不然他会扔雷的。可以，来，我们起飞吧，我们起飞观察一下这房子，如果没有卡特利斯大招什么的，我们就飞这房子；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飞这个，再去他一楼，好吧？好，来，如果有的话，直接去一楼。去一楼那爆了吗？手里肯定不行，没啥了。看这边也行，看这边也行，有点危险。可以去这儿，兄弟，可以去这儿，这不错的。不，他屋里有人，我们可以先直接去这儿，哎，怎么这么卡？是啊，太恐怖了，可以过，我已经过了。过来，打我呀！打到有人飞，控下房子，不啦，不控下房，控下三楼得控一下，小心一下自己。得看这边，有我踩上来看了。好，如果这边没人下播，我们就踩这儿去。我有大招的，你有大吗？没给我大，我大。来，给我come on here，let's go。往右上冲一冲，先确保有人，我能打。你先踩头顶。没人，没看到。多还是圈啊，我先踩到几个圈子。嗯。这个地方得踩住。对，给我顶，你把左下空下来，你去把左下那蜘蛛什么全刷了，空下来。我跟他一起，我跟他扫。
我也不。哇，我靠！我抬手抬不起来，兄弟。想来，想来，想来。行。我们可以往上放吗？我们这地方太能赢他了，不用赶他，放近点。吃了，我扫到人，我给个 Q， 就落去。哥得等一下，我会叫你的。我扫到人，我说扫到人了，你就立马往这走。扫到人了。给 Q 了，给 Q 了，给 Q 了。到到到到到到到，压了吧，压了吧，压了吧。你等会儿，等，他会堵死，慢慢先给他补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们这好点。我压。我扫一下屁股，我扫一下屁股。你跟他压，你跟他压，你跟他压。我挺包，挺包，挺包。要压，要压。我想换枪了。你要换吗？可以啊，我先换。我这枪用不了这枪。他那边在打，他们在打，你可以往前看看，往前看看。他死了。他是两个人。这子弹。还得下这边，还得下这边，往下看了。勾队，你别管这边了，我们两个得拿死下面，我们得拿死下面控制权。你可以下去，你可以下去。我得从中间两边跑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就行，就是有人就抽他两枪，有人就抽他两枪，懂吗？就是有人想往我们这来，或者想往我们这飞，你就抽他两枪，你明白？晓得不？就是我们要拒绝他。金子弹可以分，可以分。下面。往外控控吧，往外控控吧，往外控控吧。我现在过来了，要刷了，帮我往前，帮我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慢慢往，我慢慢靠里面就好了，我慢慢靠。没有那么可以往前控。在了。哎，有人飞，有人飞，有人飞。140，把这140。找到他机会，找到他机会，部队。这个地方打，这个地方得打的。别打中了，可以打得中啊，可以打得中。你可以，但是刚才在这个地方。对。瞄到他了。我也不你搞，后面不会有人来吧？有人飞，我会守。哎，留到最后打吧，对。留最后再打吧。前这边好像没人看啊，看好后面是什么战壕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然后后面再看到没打。我们先看圈怎么刷，好吧？圈都是哪个地？空投。我身上有书，我身上没书。boss 打，我们要他的点。交他接过点吗？看。交。我这边连给他们。交了。还有锁没？我没有锁了。给我扔了。这边打我。被框起来了。我也被框起来了。右边在打我。往前压，等着火过了，往前压。我他妈太刚好了，找到起飞撞他树林，可以吧？起飞撞树林刚好，不还有一大招。哎，主要刚好右边过来，因为菠萝包我等的，菠萝包后面从左边过来的，他那边刚打完。对啊，他在那边过来，不然就只能是别人那个方去打了，你知道吗？
主要这边还有爆点，看别的大雷都爆了。我要被坑起来了，操！这谁爆雷啊？不就他们，就他们的爆雷，就他们的，他们爆雷。说哪一队玩的，哪一队？哎，公子，你之前你们在 A 3 E 的时候谁指挥？没有指挥。我操，没有指挥啊！太伤心，艾丽丝，艾丽丝，艾丽丝，皮特，皮特不指挥吗？我今天看他直播的时候，他指挥啊，玩儿胖了，也冲这儿冲那的。他跟着他走，那就他指挥，他不指挥你们吧？他指他自己。